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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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是风之谷在卡，还是我的问题？一般印象应该是这个，因为我好来喽。传说，来几颗上100颗，100颗上传说，然后这位客户要的是，大小模大就是大双牌，不是大双牌，就是小双牌也可以，大双牌也可以这样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嗨，你好。我们现在已经洗出来了，我们用了177颗，哇！那你记得帮我把这些格子哈，就是多的把它开一开啊。好，我们要来开始喽。天使 M 勋章，天使 M 勋章。那我是按照附我是按附加嘛，对不对？一。99999字，他总是你知道吗？他总是会就是跑出很聪明的选择。他又卡了哦，这个绝对不是我电脑问题，这应该是伺服器的问题哦。啊，灌水用的，洗到三排会，可是不会，不可能会是那一种坑爆你的那种悬赏价，不会。有兴趣可以找困难的 Instagram， 他现在就可以边回复你们了。继续。来个两条物吧，两条物。方案，我等一下开图，我开图给你看好了。实际上我们的价格会比就是，会比市价低啦。然后这个是附加的。单纯跳框的，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选，就是譬如说你要罕见属性、罕见方案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应该是这个，然后你要传说方案也有，就有这样子哦。然后实际上就是价格有没有变动哦？那都是其次啦。好吗？就是因为我们重点不是放在说那个，我们一定会洗到出货啦。好，继续。我等一下把它转去那个阿戴尔那里。你很聪明欸，不要这么聪明好不好？不要这么聪明。开始喽，要开始喽！原本是409，我原本409，
哎、欸。再换线。你们在洗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玄学啊？我还蛮好奇的，因为大家都有喜欢洗东西、抽东西。无心流吗？物理哦。差一点以为出货了，水世界这个地图，所以你们都有很多就是各种不一样的迷信在喽。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吧。这颗又卡了，这颗又卡了。魔宫总商，暴率总商，哎，先拿风光方块洗武器，然后拿破装冲30%或15%，哇，大家也都是很虔诚，哎，你看啊，他刚刚是不是又把 S 出在中间了？他又把 S 出在中间呢，我今天一直点到 S 在中间，可是，哎、欸，就是不是第一排，可是没有用。刚刚有一个第三排的哦，上一位，我觉得这个门是物理之门，再给他加油一下就，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啊！洗洗洗洗洗，好，换门。我刚好像是只有第一个门没有来嘛。我不喜欢水世界，我喜欢这种冷门的地图，而且尤其它现在已经在卡了，我就不是很想要。电线杆是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用个那个。他没有那个东西，有哎、欸，129。换地方，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另一个地方，感觉听到这个音乐我就舒服了。
可是不能点错。椰子那边。出什么总伤两排啊，真是的。哎，我的东西不见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 ，Hello。哎，你们要分享我的喜悦啊！分享我的喜悦啊！三五，跳框之门，然后魔法针。不好意思，我呛到了，对不起。啊，来咯。我也觉得这颗有毒欸，我要找一个能 破毒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也觉得这颗有毒，不是只有你这么觉得。魔弓两条。这颗太恐怖了。还是因为前面太欧。这颗有毒啊，有毒啊。
这个我没算，要你问困难才知道。哎，传说了，传说了，结束。跳船了。OK， 好，反正呢，这就是我们就是追踪，就我们刚刚我们洗的内容，所有都是，请你们帮我订阅，然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， 你就可以享有就是这些福利哦。这样，订阅。按赞、留言，然后呢，追踪我们上面有 Facebook。我播了三个小时，我要收播了，我要收播了，太久了，三个小时11分钟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哦，各位拜拜，收播喽。祝大家就是周末愉快，改天见喽。